紧张，也挺激动的，然后可以有一个机会可以去国外读书。我是伦敦艺术学院的学生，然后今天是我第一次去伦敦，然后非常激动，然后很开心，就是可以顺利出发，希望在伦敦可以顺利平安回来。我是那个我在剑桥读高中，然后就是对于这次能去英国就还是挺激动，因为我已经上了一年网课了，所以说最后一年我觉得我在英国一定要好好努力，好好学习，然后保护好自己。我在那个伯明翰大学读书，然后这次疫情期间感谢这个英土集团给我们这个留学生提供一个飞过去的机会，然后很安全，然后也很方便，谢谢这个印度集团。我是去英国谢菲尔德的一个学生啊，今年也是我第一次去这个英国去完成这个大学的一个学业，然后也是第一次去自己去完成这么一个，就是像是飞机的值机啊，包括很多的生活方面的一些办理啊的一些事情，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经历。我是英国卡迪夫的学生，然后是我第一次去英国留学，我现在还是很激动的。对，其实最后呢就希望他在国外呢能够尽快的适应他的生活，一路的帮忙真的协助我们，所有的安排的都很到位。